大家敢相信吗？长江水味鸡腿，江边的水味监测柱都监测不到水味了，整个已经裸露了出来。看咱面前就是水味监测柱，这么深，几十米啊，将近30米，这边是28米，全部都裸露了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哥，我们现在在汉口的龙王庙这边。龙王庙这个位置是武汉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，这边大家看一下，是龙王庙的一个祭圣，记载了整个长江包括汉水然后历史时期涨水的一个情况。咱们看一下最高水位啊，因为最近大家应该是非常关心长江配水的情况，看一下原来涨水的情况，1954年是 29.73 米，这是最高的一次啊。当然大家熟知的就是98年的非常很多人经历过的水位高达 29.43 米，这都是历史的一个峰值啊。近些年来最高的一次应该就是2020年啊，我记得是 28.78 米还是多少，当时整个的武汉涨水也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夸张。这边就是长江跟汉江的一个交汇处啊，然后两江交汇冲出来的一个南岸嘴，天然冲刷出来的。咱们前方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两江交汇冲出来的一个南岸嘴，现在整个南岸嘴随着长江水味的击退已经完全的裸露了出来，大片大片的沙滩啊。这种景象像以往在往年只能在12月份之后才能看到，但是今年整整提前了将近4个月。前面是有一个人吗？这么热的天，我们上个月来这个位置来拍的时候，这个大喇叭还在喊着水流湍急，请勿下水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咱们上个月还特意下到这个位置，这边牌子还是立着的，但是这个喇叭现在已经关了啊，喇叭现在没有用了，已经因为水退的实在是太猛了。整个台阶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少层，非常深啊，从这边直接下去。咱们找一下当时7月份拍的画面，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啊。7月份咱们整个顺着台阶下去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水位在哪个位置，上个月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咱们就是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来感受了一下长江水，趟了一下长江水。我来给大家数一下到底降了多少层台阶啊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然后再加一百变成了23 2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3 31 32 33 34 35，到了36层台阶的边只能感受到一丁点了，这还是青苔了什么的，这非常滑，这有点危险。然后36 37 38到38这儿，然后水位在这儿，虽然说是在这边，大家看一下刚没过那个，这大爷已经进去了，直接刚没过他的脚踝啊，整个已经走那么远了，直到脚踝那里水。他们现在游泳这个位置，等他们下去啊，看一下，我估计半个人都摸不住。啊，他现在坐在那里都摸不住他，他现在在里面坐着呢。看这个大爷是站着了啊，出来还不到1米了，这边的轮渡轮船要过来了。看一下这边的大船，这边一个大船，这边一个游艇，交错。咱们现在准备下去啊，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整个裸露出来的大面积沙滩，看这沙滩，我感觉这水味会不会再降着降着，这些轮船行驶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我们前些天看数据，整个的目前的整个长江包括汉江流域的水味应该是历史啊，1865年以来历史的最低值，186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呀，将近160年的一个历史了吧。然后现在的整个水味情况最新的数据应该是17米吧，17.04米，我估计现在已经降到17米以下了。就是17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呀，就是交武汉往年同期整整低了将近2层楼啊，2层楼，原来每年的水位应该就是在这个围墙的上面，今年鲜明的对比啊。就算是到这儿，这里整个里面的水也没多深，咱们刚才几个老大爷嘛，在那边基本上站到这儿只能没过脚踝啊，就站到这边上，再往前面走一走，体验体验，应该是几十年的土著应该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。因为咱们刚才采访了，问了一个在这边游泳的大爷，大爷说他在整个长江的里面应该游泳横渡了将近30米，今年是第一次看到水位低成这样，他也是第一次遇见。这边风一吹，整个的沙都开始扬起来了。我看网友在网上评价，整个现在武汉的这一片区域可以称为撒哈拉武汉分沙，搞一把，我去，那扬了它，扬了它，这瞬间有点来到隔壁，有点来到，我去，来到沙漠的感觉呀。但是这可是真真实实的武汉呐，上到上面更明显。欢迎大家来到撒哈拉武汉分沙，来，一望无际啊，看多大的一个面积，整个小躺椅晒晒日光浴，这是不是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，这是不是就可以炫耀我在巴厘岛或者是在什么普吉岛，是不是可以炫耀一番呀。这边是黄沙，这边就是长出来的杂草，草都长出来了呀，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不见牛羊啊，啥都没看到，就看到咱们一个人，还有这些长出来的，哎，这还不是草呀，这应该是芦苇荡吧，这芦苇荡长得好猛啊，没有水啊，长得好猛。
前面起风了，大家看一下前面的黄沙卷起来了。来看一下这角度，从这边过来，这一片，然后这边一片，这全部都是淤泥。这我感觉如果还像这样再持续高温很多天，我完全可以从这边，从汉口这边趟着水过去嘛，或者是不用趟水，直接从汉口直接过到汉阳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即使我不会游泳，直接就过去就行了。好了，这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长江太水的一个实拍。喜欢视频的朋友请多多点赞，多多转发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